Hello， 我是小牙。Hello， 大家好，我是叶维。今天呢，我们 Oh My God 姐妹团又聚集在了澳门。澳门开心吗？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其实就是澳门的这个四季名店。澳门呢，其实就是以这个好吃好玩来著称了。最重要是在澳门买东西，它比香港还要划算。那现在的汇率是多少？是0.78，因为每天的浮动不一样。总之就是划算的。叶维今天那个就是准备选拼什么吗？衣服呀、鞋子啊、这个化妆品啊都买。对，那说到这些呢，来四季名店就对了，因为这里聚集了100多家，就有各种品牌、各种类别的这个，比如珠宝啊。鞋子啊，服装啊，就真的是应有尽有。对，最主要是它的划分区域非常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哎，你想买衣服，衣服就在一块儿；比如说想买珠宝，珠宝就在一块儿，特别省时省力。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这姐妹团呢要拿出卡来血拼一番了。走走走，开始吧。你喜欢哪个？我喜欢小的，因为小包。哎，我们要看一下那个。每个颜色拿一个。粉色、绿色、黄色、撞色，对，这种撞色显得很大胆，对，还有一个小镜子，化妆妆，蛮贴心的，对，你喜欢什么？我想问一下，你们这里面就是最贵的是哪一款？蛇皮纹是吧？鳄鱼皮还是蛇皮？蛇皮，适合你浮夸的个性。真的吗？浮夸吗？哎，那很性感。其实我发现好多。包包他们每一年的款式都是很经典的，然后在这个经典款式上做很多撞色呀或者拼色等等之类的一些新的设计。来，我们这边买衣服了。这个聊包就聊不完了。对，这边都选好。去看一下，去看一下。哇哦，这一季的这个衣服，对，那有一点这个瓷器的感觉。对，展一看特别像轻装瓷，但是他们刚刚告诉我们说，专业的说应该是意大利的手工瓷。对。哎，我们每个人选一下最喜欢的吧。好啊。哎，你刚才说还有一个像印度包包的系列，还有鞋子。你好，请问你们喜欢哪一个款式？这个可以吗？这个很配你哦。哦，谢谢谢谢。这好好看啊！快看，而且它整个设计，我感觉他们这个品牌就是一直有一点奢华，对，奢华的啊，对，这是他们品牌的这个特点。你进来之后，你感觉就是那种宫廷感特别强，每个女生都像贵族的小公主啊。因为他们每一季都会出全新的系列，对，而基本今年的新款都在这儿，而且今天店员说这个是最新的，最新版的吗？对。对，我喜欢比较浮夸一点的。这个下面都是玫瑰花。哎，你确定带这个出去？哎，蛮好看的。哎，你们知道吗？其实，在威尼斯人酒店当中，藏着很多奢华的知名品牌。奢华，我喜欢。有钱人呢？对，土豪。手表和珠宝呢，是很多这个朋友会来这里选购的。对。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就是伯爵。对。哇哦，哇哦。首先感觉是低调的奢华的气息，太贵了，下都说不出话。哇，太美了！谢谢。哇哦！反馈一下哈。
哎，你知道吗？其实以前很多人对伯爵品牌的印象会觉得它比较成熟，然后稳重，然后就等于就是它的年龄层次会偏高一些。但其实它这个是很年轻的，年轻气的，对不对？嗯，对。而且其实它的创始人在创立这个品牌的时候本来就很年轻，只有19岁，爱德华伯爵先生，对吧？啊。好美，蛮好看的，就是蛮漂亮。它合适谁就是给谁的，是吗？想多了。对，还真的蛮好看。好看，好看。好，那这个手表呢？果然是年轻系列的，就知道年轻人爱就是捯饬自己，你知道吗？所以买这个表会送一个手，它就是配表带会有吗？两条。哦，那还挺好划算。好划算，你知道多少钱就好划算。价钱都还可以，商量的，没关系，帮我抵抗。哎，这个真美，真美，这个颜色显得这个好看，这个好，高贵了，马上高贵了。好，那这个真的，哎，是我们今年的最受欢迎，无论是好巩俐呢，是我们代言人，他就配搭我们这个系列，明星同款嘛，同款，啊，对呀，在明星同款，明星同款啊。谢谢，好了，我们就这样带走，我们走了，再见，会不会抓起来？谢谢。说到万宝龙，最著名的就是它的钢笔了。嗯，哇，看看很多漂亮的款哟。买了这样一支钢笔，不把字写好，就对不起这支笔。没有，不签几个大的合同，那真的对不起这支笔。这真的就是商务人士，其实也不见得。哎，你看这个多漂亮。对，哇，然后它那个笔芯处，你看都有雕花，哎，特别美。对对对对对。哇，现在谁要是拿出这样一支笔，那真的是说明这个人非常有品味。对，我赞成。而且的话，你知道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用电子商务，对吧？然后的话，基本上都是打字啊，但还是保留这个传统的写字这个，应该叫艺术，或者是说，就是人生的修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满载而归，好幸福的感觉。我觉得女人太能逛了。我们可以拿那个消费券来换东西。对对对 ，Hello。啊，要我们的消费券。啊，消费券。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换到一个威尼斯人的团券。哇，太棒了！可以拿购物券换房间券，就等于说我们买东西之后住房就不要钱了，还可以多住一天。哇，太棒了，开心。稍等一下，好，谢谢。来，小姐，这边的话有三个房券，哇哦，这是入住我们威尼斯人的，好，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哈。好，每人都有，嗯，耶，超开心的，我们今天好开心啊！你看。我们又买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拿到了这个免费的入住券。对，没错，这趟澳门真的是不虚此行，感觉有个闺蜜时光，太开心了。对，是的，不管是时间长还是时间短，你来澳门可以花上2天就可以全部都逛完了。没错，没错。所以希望我们三个再有机会来澳门来吃吃喝喝。是的，谢谢金沙集团。今天晚上我们就这张券来住宿啦。嗯，我是吴昕，我是小杨，我是燕雷，闺蜜时尚 ，Oh my god， 下期见，拜拜。10万，我觉得4万左右吧。那我猜6万。嗯，多少钱？哎呀，你猜了2万，你最接近，买下，最接近的买下。